所以新疆地区存在种族灭绝的说法荒谬绝伦，完全是别有用心的造谣，彻头彻尾的谎言。有些西方政客宁愿相信几个人编造的谎言，却不愿听取2500多万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香港由乱变治完全符合各方的利益，也将为维护香港居民的各项权利和外国投资者的合法利益提供更为坚实的保障。所以我们有决心继续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我们也有信心让香港的明天越来越好。谢谢。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妥协余地，没有退让空间。